谢谢主播。记者阿龙目前的所在位置是彰化县龙潭乡的土库国小。哇，这真的是一所小而美的学校呢！校园看起来非常热闹，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状况。原来是土库国小的小朋友正在贩售他们自己种的青葱，看起来品质相当不错呢。土库国小长期深耕食农教育，在彰化县政府与三好米董事长的支持下，设置一座网式人心园，让食农教育课程的种植作物更多元，从栽种、浇水、除草到采收，每一株农作物都是孩子们呵护备至的。他们还为农作物如青葱、小白菜等设计菜单，烹调出色香味俱全的菜肴。在食农教育课程的引导下，孩子们也学会与人分享及时食物的高尚品格，把现场交给特派员